观众朋友，那我们都知道哈，我们现在高雄市的纳马下区哈，那现在这个正好是在这个萤火虫季啊，为什么呢？因为这边的生态哈，保存的非常的原始，非常的漂亮哈，啊，没有受过很大的破坏哈，尤其是经过这个风灾以后，这边对这个保育观念更浓厚哈，所以这边处处都会看到它那保持原始的那个景点哦，所以现在吸引很多啊。啊，全国各地包括国外的朋友哈，都喜欢来这边哈，来享受这个自然的生态哈。那我们在这边哈，那晚上你们可以在这边住，这边的环境哈非常的漂亮哈，那也非常的宁静，住在这边就像仙境一样哈，很过瘾哈。但是当你们早上起来的话，我们帮观众朋友哈找到一家非常好的地方哈，这一家有很好吃的早餐哈。那我们在旁边这位勇士哈，就是我们这边的一个店长哈，我们看他这个这么帅哈，我们赶快请他来跟观众朋友来问好一下，来自我介绍一下。各位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的名字叫做原住民，名字叫做 Bukun， 这是我们布农族的名字。那么我们先介绍我们这个店家的特色风格好了。那我们这个店的名字叫做 Valas， 就是我们这个男子纤细的意思。男子纤细叫 Valas。Valas， 对，在布农族的意思是 Valas。那里面呢都有很多生态鱼类的生态维护。那我们这边是那个野生动物保护区，那也是水质保护区。那我们这边的环境非常的保护，因为自从八八风灾之后呢，我们就修身这个森林，把这个溪流富裕，那里面的话呢，男子纤细里面都有鱼类、溪虾在里面悠游。那么这个季节呢，我们三月到五月的话是萤火虫季，那么满山满谷遍野的萤火虫，像是来自天上掉下来的星星的感觉，就是满山都是星星，对，非常的壮观，对对对。那么我们接下来的五月呢，是我们热带水蜜桃的产季，那么就是我们热带水蜜桃比较特别，是因为我们是保证我们是甜度非常的高，那么经过评鉴的，那么我们不保证大，因为我们跟拉拉山对比的来说的话，拉拉山是保证大，保证水多，但是不保证甜。那么吃水蜜桃当然是要保证甜，才是水蜜桃的那种概念。有一个蜜就是要甜甜蜜蜜的。对对对，就是我们纳马夏之所以就是我们在这，我们比水蜜桃的话，我们是比较热带水蜜桃，那我们是在比它早两三个月就会出来。那么我们这边的环境地理位置也非常适合种水蜜桃，还有那个青梅。那么我们这个季节的话，也是在做制作脆梅。四月这个阶段是做制作脆梅，就酸酸甜甜的。对，但是没办法，我们也是要做小农生意啦，也是要推广我们的内款太多就对，也是要推广我们的在地小农的产品。对，那么我们也是一系列的活动都在这个期间开始做展开。那么也很期待各位来到纳马夏的同时，那么也尽量就是去参观我们的族群的文化，因为我们这边是多元族群在这里。哦，有多元哦。对，有布农族，那么有卡纳富族。哦，这个新的哦。对，新的族群，那么也有撒拉族。这个也是没听过的。对，那么这是第十五、第十六族。啊，是吗？周族。周族没有，周族是早期就已经有了。哦，就在这边。对对，周族已经有了。那么是第十六族跟第十五族在我们纳马夏这边，就是很特殊的地方。对，我们这是多元族群，那么就可以来去看一下各个祭典，各个祭典都有各个的风格特色。是是是。对，每个一年四季来说，都有我们的文化，以及四季都有我们农作物的不同景色，让你们来慢慢的品尝我们的原乡之美。对，那么因为我们这边的话有开瓦拉斯有简餐工房，以及民宿跟露营，那你们可以再次来莅临我们纳马夏。稍微介绍一下我们的民宿跟我们的餐有什么餐啊，讲一下。OK， 那么我们的餐的话呢比较特别，就是我们会结合我们的在地食材，像是我们有做那个沙夫沙夫，但是台湾族的话是吉纳夫，那我们是沙夫沙夫，就是我们的小米粽。那么要沙姆沙姆啊，对沙，对沙姆沙姆，那个要不要先订？那都是要预定的、啊哦，对，没有预定是吃不到的哦。对，我们就秀电话在上面。那么我们就是有预定的客人，我们都会帮他们就准备我们在地风味简餐，那么就是一个套餐这样子。那么都会有，像是有时候会因为季节性，有时候脆梅啊会出来，有时候是爱玉，对，有时候富爱玉、这样子来，因为因应这个季节。那么当然也会有我们的山猪肉，山猪不是烤山猪。
不常常有，所以还是要预定，也是要预定啊，对，也是要考，也是要等，对，要享用我们的美食，同时都要等待，要常常来就对了，对，常常来，不要每天来，就是常常来，每个礼拜来就好了，不要每天来，每个礼拜来来光顾就好了。那么我们民宿的话，那我们占地非常的广，那么有一大片的草皮，那么我们是有在人数做控管，那么所以大家可以在我们中间的草皮来做活动，还可以做萤火的，也是可以来 barbecue 啊，来做烤肉，生态不会，不会怎样，不会，我们都是有那个，就是来给它保持我们离草皮会有点距离，就尽量不要破坏到我们的草皮，对，那么就是让大家就是享受，同时也要保护我们的生态环境，对，这个要宣导一下，对，那么也因应这个季节，我们萤火虫季。那么就请大家各位游客来我们纳马夏，同时尽量不要破坏我们萤火虫的生态，不要去别乱照相，因为照不到嘛，是照得到，但是要高级一点的相机，所以一般手机不要乱照，照白照浪费，用你的眼光这样子，用慢慢欣赏，对，有想看的话再过来看，对，时机会飞的就对，对，那我们就是因为我们要保护这个生态环境，那么因为我们明年的话也会让它在繁衍下一代，所以你不要今年不要等着破坏的同时，那么也是呼吁明年，那么也期待再次见到萤火虫。所以我们要永续的经营，对，永续的概念，这样子来保护我们全台湾、全世界的自然保护的生态，这是世界遗产，不要乱破坏。对，不然我们以后要看萤火虫，就要飞到国外去看萤火虫了。我们这是台湾，这是个宝岛，美丽的宝岛，所以我们大家都要互相来尊重这个自然生态。对，那以前哦，我们这边都滥捕了，什么山猪啊，什么都被捕光了，所以现在要保，就保育他们就对。对，我们就是因应这，我们其实我们原住民比较特别，我们都有环保、永续的概念。那么我们就尽量，就是我们打猎，我们会看那个猎物，我们就是打大的，那么就是小的，对，小的、啊、年轻的让它繁衍下去。那么我们这样就是。就猎杀一些，有的人不听话，乱打会不会？那可能就是要宣导了。要宣导，我们就是我们有这个概念，我们都有传承的意义在。那么在滥捕滥杀的话，这样子，那我们在山林的要吃什么一些？对嘛？所以我们要抵制它。对，我们就是要平常的话，我们就是要尽量，我们要宣导说我们的环保概念，那么永续这样子，让我们每个人都从自己做起。对，那、啊、你们早餐，我觉得你们的咖啡很好喝，是你泡的吗？没有，我们泡的，但是我们咖啡呢是来自我们纳马夏这个高海拔种植的咖啡，哦、特殊的哦。对，来介绍一下吧，外面来都不知道啊，来介绍一下。纳马夏的话，我们咖啡的话是种在800高度以上的海拔的高度，那么我们气候地理位置也非常的特殊，因为环境的话呢，我们一年四季都下雨嘛，那么咖啡也要在那种阴凉潮湿的环境才会长得比较茁壮。那么我们也有咖啡，也有种植我们高山茶。哦，对，在我们那个玉达山那边，那边海拔就已经1200多的海拔了。那高度啊，那个气候位置也非常适合种植咖啡跟茶。早上喝杯咖啡，晚上还可以泡泡茶。对呀、啊，也可以欣赏我们夜间的萤火虫，还有星星可以看得到。对，就是相呼应的感觉，这种美景啊。比较可惜就没有泡温泉，因为我们有冷泉，有冷泉哦。对，我们溪水这边都可以玩水。对，我们这个溪水很漂亮呢。对，我们这是来自玉山山脉的溪山泉水流下来的。听说我们这个山泉水就可以直接饮用啊？可以啊，当然没问题。这是像你这么壮。对，像我们这么瘦幼，那我也可以用来，我们用我们这个山泉水，也可以用我们的来洗我们的野生爱玉，也是相当的合适。哦，对，这个爱玉要介绍一下，听说也是我们这边的特产。嘿，那当然，因为我们这个海拔的关系，气候位置非常适合种植我们高山的爱玉。那么我们因这个季节，我们的爱玉呢会加我们的水蜜桃以及翠梅来做享用，所以到观众就肚子饿。哎呀，都已经很想流口水了。对，非常适合来做我们这个季节已经开始慢慢凉爽了，大家都要户外活动都要吃这种野生的东西，我们都因应这个季节来出爱玉啊，配合水蜜桃这样子来做贩卖。那你们这个翠梅平常就吃不到，一定要这个季节吗？当然一定要这个季节保存起来。我们保存的话，它的那个品质上面就会有点哦，所以你们过它的尝鲜期了啦。不放太多防腐剂什么的，没有，这是纯手工的，就我们煮那种糖水来浸泡它，来腌制它，就是来保留它的最原始的味道。对，所以我们的尝鲜期也是这一两这几个月就要马上把它销出去了。我刚刚听那个
那个他们说你们这边还有人帮人家做合菜的，这样、啊、这个有特殊的这个服务、啊，我们讲一下，都故意都就是，那就要保留给外面的朋友多多上来，来慢慢知道我们的状况了。对。我们就是有做一些合菜的料理，那么就是有分价位式、嗯、那么通常都会以有山猪肉、沙布沙布一些在地的食材来配合我们的合菜的推出。是是是，对，像现在的话就是我们也会有喜爱芋啊来给客人吃。哦，用现洗的、哦、对对对，我、哦、这么过瘾的，就客人来洗啊，亲自来做爱芋、啊、自己洗自己，可是大概都失败就不能吃了。没有，我们是野生的爱芋，所以当然一定会成功，都不会失败。不会，我们没有添加任何一些、哦、有的是假的放那个粉啊，对不对？对，就我们山泉水，你的山泉水洗起来就不一样了。对，那种甘甜甘甜的味道。哦，是哦。又 Q 那个水蜜桃是 QQQ 糖。好好吃、哦。不行不行，这不一样啊！对对，完全不一样，而且又在这个环境之下吃我们的爱芋、嗯，那当然就是非常的特别，别、嗯、有一番风味啦。对 对, 對。你说你这边住宿的话，你大概碰管大概一次晚上一个晚上能容量多少个人？我们大概就是我们房间是固定的嘛，就七人房，嗯、七间四人房。28个人，那么露营的话，我们就有空管了。哦，露营不能太多哈、哦，露营也是在我们的营地那边，跟民宿一起，那边有草皮区。可是我们这边保育那么好，我看很多蛇会不会晚上来咬我们啊？不会，我们有保镖了，我们有贴身保镖。啊，有勇士在。对，我们晚上都会巡逻这样子。哦，有有保镖，不要让人家吓死了。对，我们就因为我们那个草皮都有定期在保养了、哦，所以蛇不会比较不会侵入到那个人居住的范围。哦，那我们都是在一些山林啦比较多。因为这边是在里面，大概还要在两三分钟而已。哦，就是因为你们这边那个生态太好了，对，晚上也是很多动物会跑出来，对，很多小野兽这样子，小动物会出来，但是不会伤害人啊，不会，通常都不会，尽量也不要去伤害它就对了，对，互相不要去破坏他们的，尊重他们、啊，对，不要去打扰到他们，我们也他们也不会打扰到我们，哦、对对对，看到的话给他打个哈的话，不要踩它，对对对，不要干嘛就好了，对对对。哦、那我请问一下，你听说你们还有什么那个小朋友做舞蹈那些？哦，那个是我们比较特别的一个活动。我们在晚上的时候，我们人数如果满我们的展演的人数的话，我们晚上会有展演活动。哦，是满是几个人？大概就是要30以上。哦，30以上会有展演，文化展演。那么在也是在民宿那边。哦、啊，那个门票会很贵。我们是以那种爱心捐款的方式。哦，用爱心捐款。因为都是小朋友，单亲的小朋友啊，或者是在外面读书的，哦、想要赚一点那种零钱的零用钱，对。对对对对对、哦，那我们昨天晚上礼拜六也是有做展演，他们、啊、昨天这边就晚会，你们又表演掉了。对，我们是自己自发性的，我们是每就是我们如果满的话，我们都会做展演。那不、哦，我们就是把客人留在我们的民宿露营区来做活动。哦、那么有没有互动的这种？当然有啊，就有那种带动舞蹈那种传统的舞步这样子，哦、很好玩呢。对，大家就一起来同乐。所以来这边不会很无聊，对不对？当然不会无聊，晚上还有一系列的活动，大家、哦是哦、对对对对，光看萤火虫就很过瘾的、啊。对啊，大家萤火虫看完。您说什么？他说要等一下带，当然也是可以参观的、啊哦。对，那个占地也很广、嗯，对对对，环境也非常、啊。那我看到你们里面很多这种设计的东西哦，这个时候稍微帮我们介绍一下吧。我们在我们后面的话，都是我们早期的布农族的传统器具，以及我们狩猎下来的一些。算是我们的战机啦，以前就用那么漂亮哦，我是说那个山猪头那个就是、对对对对对，就是老一辈这样子流传下来的。那、啊、你们这个什么什么什么东西材质做的？苎麻，苎麻，苎麻背带，进口的吗？没有，现在我们就在山上比较重的苎麻，有一个植物，真的有那种、啊、对那个纤维，我们是采取它的纤维啊，这个真的手工的，原始的方式，纯手工的，真的、啊，对对对，纯手工这样编织、哦、编成一条线，慢慢的搓揉。那我请问那件是什么？是衣服吗？您是那个是背包啦，对，背包那是侧背包哦，对，最旁边那是一整套的衣服。哎、啊，我还有一个皮的，那个是什么皮、啊？皮的话就是兽皮，哦，山羌的。我们应该是那个山羊的，哦，山羊羊的皮，哦、对，皮、哦，这样子做我们的那个兽皮来做，就像御寒啊，或者防水。那个现在都装饰品了、啊，对，像那个也防水啦，哦、也防水、啊。对，你在山上的话，那个也防水啊。是哦，嘿嘿嘿，都多功能啦。你们大概？这些设计都是你们自己手工的，那当然都是老一辈传下来的，阿公那一辈慢慢传下来的、啊，就这么厉害。我们现在年轻的都在传承这种老一辈的技艺。哦，啊，那个猎枪也是我们自己手工打造的。那当然啦、啊，那是装饰、哦，但是我们自己也有一些合法的猎枪了，那是不摆没有摆在这里了、啊。现在
不要乱用猎枪，猎枪危险的。对对对，你看那天人家动一下就打死一个人。就看他可能误射啦。对，他们就动动动会。对，可能看到可能眼睛啊，可能误射到。你们这边好像我看很少人戴眼镜，眼睛都那么好，为什么？因为我们都在看山啊，看一放眼望去都是山，山峦啊，风翠绿的山，所以对眼睛是特别好的。当然啊，都来户外就是要多多看绿色植物。所以嘛，现在大家每天在滑手机，一定要来我们纳玛夏玩一玩。对对对，好山好水，好风景。调整一下才不会坏掉。对，所以大哥也不要每天来，一个礼拜来就好了。對對對，而且哈、哦，玩一个礼拜手机以后，赶快过来纳玛夏住一个晚上。对对对，看看山，要不然你以后眼睛就受不了了。嘿嘿，而且离大高雄都会区也非常近的距离，两个小时的车程。哦、对啊，因为现在路况好了吗？非常良好。这边路还不好。对啊，现在路况非常良好，连轿车啊、中巴、大巴都可以开进来了，都不会什么颠簸都没有了。嘿嘿嘿，所以大家，我们再次呼吁大家尽量来山上。来跟我们一起来互动，来这边来消费，来跟我们就是有一些连结啦。不要忘记，我们住山上的人也很需要平地朋友来山上。不过，对，一定要记得就来这边，不要带太多垃圾过来。哇，这边那么漂亮，对啊，就随手就携带垃圾带下山，或者是来做垃圾分类。对对对对，集中在一起，让人家好整理。对对，不要随手乱丢。哎呀，来保护这个山林。家的后花园。对啊，当后花园，对，高雄的后花园。对对对。所以这些观念呢，我们要顺便宣导一下。哎，那我们现在所住的地方哈是在哪里？我想很多观众朋友一定想知道。好。那我们纳玛夏区呢有三个部落、嗯、那么第一个是南沙鲁部落、嗯、那么第二个就是玛雅部落、嗯、那么我们是最里面的达卡努瓦部落，我们这个地方叫达卡努瓦部落。对，那么再进去的话就是国家公园了，玉山国家公园了，我们这边是最底了、嗯、这是高雄的最北部了，已经靠到旁边就是国家公园，就 对，在里面就是国家公园山脉了。哦，对对对，这边说离那个玉山啊，离阿里山都不会很远，是不是？不会，大概离我们的阿里山的话，大概茶山那个部落，茶山的话大概不到一个小时就可以到茶山了。哦，没错。玉山可以看得到吗？这边可以看得到。我们要到那个我们的制高点，刚刚讲的玉达山，那1200多的那个山顶，对，山顶那个观景台就可以看到玉山的那个山脉、哦、山峰。要赏雪的话，在这边可以看到那冬天下雪的状况，也是很漂亮。对对对，就雪白白的一片，在那个玉山的，可以看得到。当然可以啊。哇、哦啊，对啊，这边没有光害，也没有空气不好，就看不到。对对对对对，所以一看就可以看很远。哎呀、啊，当然。哇，来这边练眼力，应该大家眼睛都特别好。不要一天到晚吃什么什么。连月阳树去补眼睛来，对对对，来看，多多亲近大自然啦，吸吸吸吸这边的空气，对啊，来接触你们，当然一定要跟我们聊聊天，来讲个笑话，来一起这样子互动。然后我们这边的人很幽默，很好客，那当然的，我们呢，没有骗你们，也不要骗我们。应该是说我在高中、大学要到那个平地去求学，那么也会在外面打工的经验、就是学一些技艺，对啊，不管是餐饮啊，不管是在旅游上面，或者是一些看你的技能所长啦、嗯、看你的像你想走的哪一条路、嗯、那么我们现在年轻人都慢慢的回乡服务了，应该是当兵退伍就会回来、学技艺，就工作就算上来上车、对对对，回馈这边的在地的。对，我们自己的土地，那我们就自己来，自己亲戚，对对对。嘿，就是我们就是结合我们这边的一些老一辈的想法，跟我们就沟通说，我们这边要怎么做装饰，怎么做结合，有我们的原住民的元素在里面。元素在，然后接下现在的一些元素，这样对对对融合在一起就对。嘿，所以未来你有什么未来的愿景的发展？你们年轻人有什么想法？希望我们那么现在以后走到哪个方向？比如说走观光产业。对，目前的话，我们纳玛夏的状态就是我们现在年轻人回流，那我们现在就是跟在地的工坊啊、餐厅、民宿来推我们的套装行程。那我们不管是小家庭、大家庭，这样子来接我们的套装行程，来走两天一夜或是一日游的套装行程，因为都非常的丰富。为我们目前的话，结合工坊啊，我们可以做一些手工艺的 DIY， 或者是一些景观的特色，或者是一些玩水啊，或者是一些我们自然生态、我们可以开发几个玩水的地方，对对对，清水，对不对？像我们民宿的话，我们有安排那个
我们的喂食野生山羊的活动。哦，那很好玩呢。对对对，就大家就是如果不想走那种乏味的那种旅游行程，哦、想要走丰富一点、多样性的，那就可以参加我们的套装旅游行程。哦，哎呦，真的有山羊可以养？那当然有啊，一整片的。还可以喂鸡吧？喂鸡羊啊，都有，这、就是一个园区。真的，那我们待会也是要带客人上去喂羊。那个很好玩呢。对啊，就是上去喂羊啦，喂羊，野生山羊。对对对，野生的、哦，就是圈养在一片一片那个山，它的那个区域啦。哦，对对对，圈养这样子。不过我是就是说，这边我们应该跟一些单位来接洽，就是说我们这边推广一些电动的车子，因为你们这边山坡很高，对对对，不适合骑车。可是骑脚踏车很累啊，你如果有电动的辅助，这样来逛一定更棒，不要一直骑车，这样太吵了。对，我们就是尽量可以用那种大通公共运输设备啦。我们有认识那个什么那个电动车的，可以来这边设点啊，那我们就直接放在这边让人家骑啊。好、哦，就也10块钱，那20块就可以骑。附近的这个纳马夏。对啊，因为我们现在也骑不走啊。对，我们路况也非常良好，那么距离也非常。因为你如果这像这种地方，你骑摩托车就有摩托车声音会吵到那个鸟叫的声音，很可惜。就会破坏那个。对对，所以这个要努力啊。就是也要在我们后续用电动的就不会吵，然后大家骑车也环保，享受那个风归来啊，那然后鸟叫的声音、虫鸣的声音，哇、哦，那个才过瘾。因为这边山路嘛，山路你有人爬不动，对对对，太累。那如果有那个电动来辅助，下坡就直接滑下去上坡，哦，这样就舒服了，对不对？可以配合运动这样子。所以年轻人要努力啊，就是要跟外面多多的互动接洽这样子。对啊，那进来以后，我们就来这边，真的是可以听到鸟叫、虫鸣的声音，不是听到车子的声音、摩托车声音，这样不好玩。对，那、这个应该这是非常的重要，对对对 对, 对, 对，我们就一起来努力一下哈。那我下次有机会再帮你推荐。好，谢谢你。好，来来来，那个电话预约电话讲一下。哎，来跟我们介绍一下哈。哎，我们的话就是瓦拉斯民宿露营区，那么你就预约的电话上网，我们也有成立粉丝专页，反正搜寻瓦拉斯民宿露营区也都可以搜寻得到。那我们的电话是0928156034，0928156034，那么家用电话是0767015138，0767015138。哦，就可以听得清楚。对，你就预定我们的民宿，或者是我们的露营，或者是我们的餐点，都可以来。露营的话是自己要拿露营器具，自备这边有，都是自备帐篷，这边没有租，没有做提供，因为现在露营很夯。哦，对，像露营的夯啊。那露营那边你们那个营区有没有什么灌水设备什么？都有，水电都有，很方便就对，很方便。就是、你把露营器具拿过来。食物咧，如果没有，这边有没有提供食物？有啊，有我们那个合菜的方式也有，就对了。对，合菜自己要拿个 DIY 来煮也是可以。对，看客人需求，如果没有准备到的话，可以预定我们的合菜、啊、如果他们有自备的话，就是自己 DIY 啊，自己烹煮料理也都可以。对对对，我们是因应客人的需求，我们都可以来做改变一些变化。对对对。那今天哦，非常感谢哦。接受我们的访问，我觉得让我们的很多观众朋友知道、哦啊、怎么去玩，怎么去跟原始的森林接触，跟我们的自然生态接触、哦、这个是我们现代人比较缺的地方、哦、那我来这边你会觉得说你在都市忙得要命，你在这边可以完全放松，那完全你心里沉淀一下一下，你知道你明天要做什么事情就更清楚了啊，不要一味的乱这样追求什么金钱，那个无真的那个没什么意思嘛，嘿嘿嘿、哦、我觉得追到最后还是要做到健康才是我们的财富啦，哦，是不是这样啊？当然的、哦、所以说你忙了半天，为了后来就是拿钱去给医生，他、啊、那个是完全没有意义的。如果能够早一点啊过来我们纳马夏这边玩一玩哈，啊，支持你的早点哈、啊，来听听鸟叫声音，我、哦、觉得啊、哦、外面真的吵死了，每天不是电话声的车子声，真的是烦死了。来这边可以听到鸟声，啊、听到我们的这边原住民同的朋友的他们唱那个很好听的歌给我们听，我们一起来同乐。哇、哦啊，对对对，啊、一定要的啊。哦，好，嘿嘿，那期待各位哈、哦、啊来纳马夏玩，好、哦，那我们今天非常感谢你啊，谢谢你，谢谢，谢谢，好。你好，这是我们那个纳马夏的布农族的文物，那么这个都是我们上山打猎要带的背带，男生的传统背带。那个是里面装什么东西？装一些就是你的生活用具器具、哦、比如说我们在山上一两天的话，对对对，可以装一些吃的东西什么的。对，装一些你生活用具，御寒衣服什么都可以放在里面，都可以让很环保，而且这是材质非常的坚硬、哦是哦、那不会勾到树枝坏掉？不会不会、哦、用到水也不会损坏、哦、那就是我们传统的、啊、这个是我们在山上必带的翻刀吗？是这么小吗？
就是因人而异啦，有些小的话是比较好切肉，切肉的，那大的话那么就是剁一些比较大块的肉块，哦，那小的话就是以这种小小的来做。啊，像这个是你们自己创作的一个台灯哦，这是吊灯，哦，吊灯哦，对，这是吊灯哦，嘿，吊灯，这是吊灯。这个、很适合做装饰，对、啊、对对。啊，这个不会生锈了啊？不会不会不会。哎呦，很特别。我们这边也是结合很多那种创意的。就是、对对哦对，像这个也都是创意原住民的色彩在。一些我们的工作，我们那个一些传说故事的一些元素在里面。哦，哎，这个买两个回去这样，这个可以用吗？还是只看的而已啊？对，可以用啊。舍不得啦，这个一对呢，对这个。对，当然是一定要情侣啦，或是老夫老妻这样子，啊、感情不会散啦。对杯对杯。哦，这样啊。哎、欸，过瘾了哈！哦啊，这个都是泥塑吗？就是我们那个陶土，陶土哦，对，陶土下去做的文化故事，哦、就我们传统的故事的设计元素在里面，哦、在做马吉那种的。对对对，哦、那么这边都是我们一些布农族的元素在里面。哦、啊，像这个也是都算是背包内的，对，苎麻袋。哦，苎麻袋、啊。对、哦，有不同的款式啦。那通常、这个真的是手编的吗？还是手编的，手编的。欸這個、啊，手边可以编成像机器编的这么漂亮啊！对，这手边的。哎、欸，这个怎么用啊？啊这个用的袋子没有，那个是装饰而已啦。装饰。那么这是男生的背带是这样子的，哦、那这是藤编的，藤编的背带、哦。那么这是女性的，女性的是肩，就是侧背包的，肩背的、哦、比较时髦。对对对、哦，比较方便。哇、哦，这个枪啊！啊，你刚刚就是这个是小米，这个是玉米，就对。对 对, 對，我们传统的早期那个主食就对。主食，对。现在都没有了嘛。现在就比较少了。那我们的饭的话，哦、白饭的话都会配一些小米在里面。哦，这个山猪巨大的山猪哦。哎呀，你看都它的獠牙。哦，这只是这只是王哦。哦。对啊。山猪王哦。哦，要补这只不简单哦，你们猎前面好几只鸡棒棒啊。我们、哦、对啊，就我们现在都是以那种比较传统的方式来去做猎捕、哦啊。啊，现在如果这个可以穿着这样出去很漂亮呢。可以啊，很时尚啊。哦，这个、啊、这个。那这是什么？就是一个侧背包、啊，这个就是背包，它是整个这样搭配起来就对了。对对，整组的。还有围巾，你看多漂亮。兼具美时尚的。再弄个头巾，这样下去好漂亮哦。嘿嘿嘿。啊、哦，现在这种东西已经很少见了。对啦，老一辈的都慢慢失传这些记忆。哦，对啊，你们这个现在都很多品牌，你们可以创造一些品牌嘛。原创品牌。就是大马现在打上去。对对对。就国际品牌的感觉出来嘛。哎，摸起来也都蛮质感，也都蛮好的。它、这个可以洗吗？不行。洗就坏掉了嘛？对，可是会臭臭的，流和流汗。其实这个你就是用清水这样搓一搓，哦、搓一搓，不要洗衣机这样会坏掉了。这都可以洗吗？对，浸泡。哦，对，都可以洗的。哇、啊，像这个，这个是你们平常真的有在工作在用的？有啊，还是你看看，这是我们男性的话就是这样子来背了。肩背这样子。哦，里面东西就丢在后面对。对啊，那就被后面的人拖走了、啊。就是我们通常都是一个人上山的话这样子，对对对，哦是，哇，编那么多颜色这么漂亮啊！对啊，因为因客人的需求啊，我现在就是有点带回去当艺术品在用啊，装饰啊，或者啊也可以直接用就对了，很实用，看用的就对了，对，很实用性，我连这个袋子都要设计不同的样子，对啊，因为人的需求都不一样，哇，像这个就有经过设计的一个，对对对，这是我们一些原创的东西，哦啊，颜色也设计的很漂亮，你像这个黑白就设计的很漂亮。那我要讲到是这个地方比较特别，嗯，这是我一个堂姐，她目前在非洲乌干达那边来做，是哦，对，她在那边做一些他们就是回馈那边当地小朋友，因为那边的物资缺乏，她现在在那边帮忙，就是做他们的拿他们的食材，他们的那个他们的传统非洲的那个布料，对，他们的图腾下去做的那个耳环，对，她就批货来台湾做设计这样子。非常的特别，那我们这些钱都会全数捐给他们就对了。对啊，这不是原住民的元素，这是在非洲的原住民啊。对，非洲原住民的他们的元素的那个耳环的那个布料，就是客家人有客家花布，原住民有原住民的图腾。每一个地方他的观点，非洲的话也有他们非洲的独特的那个元素在里面，很特别。他现在就在那边做志工来帮忙，帮他们，因为他们要成立一个。孤儿院，他妈去、哦、啊，这个就是你堂姐啊？对，我堂姐在那边。这么漂亮哦！对，嗯，哦，台湾之花、啊。哎呀，他没有，他就是定期会回来台湾。哦，还是会回来就对了。哦，定期会回来。对对对。住在这里吗？他住在这里啊。哦、他就是为
就是奉献他的那个啦，有爱心就对了。爱心，他、啊、这个十字绣嘛，这十字绣啊，这个十字绣。那么通常我们、哦、对我们布农族的话，我们的十字绣是非常特别的，對對對對對，在我们的编织上面、嗯、都要有我们的十字绣的元素在里面。嗯、嘿嘿嘿。哦，还有手提包什么都有。嗯。啊，你们这个漂漂亮木是真的是漂亮木，去偷拔的、啊。这是我们在开垦的时候，农地的时候，都有一些树头啊、树枝啊，我们都会把它保留下来，这、嗯、是我们的装饰。啊，我看你们都把它烧掉，可是你这个这么漂亮，烧掉太可惜了、啊。我们这没有烧掉，这是装饰。哦。那么有些的话，像一些我们开垦的话，我们都会有一些木材的话，那个杂木才会当做柴火烧掉。那、啊啊、这个会不会蛀掉啊？不会，这边不会蛀掉，不会蛀掉的、啊。对对对对，已经完全风干，已经也不会白蚁什么的都没有。不会了，不会了，已经就是原木了。哦，对对对，是这样啊。我就尽量以那种大自然的食材来做我们的风格特色。哦，对对对，神神阿芳，阿芳，老板娘，老板娘，然后你婶婶啊？对对对。哦，哇，这个吧台也是你们自己手工做的，还是请人家设计的？这是我们自己设计的。自己设计的，就是哦，自己设计的吧台哦。对，我们用我们这边、啊。这个木头也是真的是这边的木头啊？当然是这里的木头啊，哦、我们自己磨啊，自己上那个漆，这样子做一这个长台型的吧台这样子。哦哦。对，其实我们这边都是我们真的是原木啦，物尽其用，很漂亮。对对对，我们这边只有花。我们只有花土地的那个水泥跟那个铁皮，那其他的装潢都是DIY的。哇塞，很漂亮哦。那你是谁？嗯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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